奇迹的强者，带着与生俱来的使命，启程探索发现，用每一步连接浩瀚历程。2011年，哈弗 H 六横空出世，在中国品牌中率先提出高品质 SUV 概念，以高性能设计、高科技装备、高品质产品向上突破中国品牌天花板，引燃大众 SUV 消费热潮，引领中国汽车崛起之路。上市第三年即成功逆袭合资，首次夺得年度销量冠军，开启中国 SUV 的冠军时代。2015年累计销量突破百万，成为中国跨越百万最快的 SUV 车型。截至2019年，哈弗 H 六连续7年霸榜年度销量冠军，整体销量更是领先第二名达30%以上，领先第三名50%，被誉为国民神车。2012年起，哈弗 H 六相继荣获 CCTV 年度自主品牌车型大奖、欧洲最具价值 SUV、比如最好的中国 SUV 等国内外多领域大奖，累计获得各项荣誉300多项，中国品牌享誉全球。作为 SUV 市场的开创者和领导者，哈弗 H 六引领中国品牌 SUV 集体爆发，推动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壮大。2016年，在 H 六带动下 ，SUV 的整体市场份额从2010年的10%跃升至37%，增长近4倍，重塑了乘用车市场格局。2013年，哈弗 H 六畅销全球34个国家，成为中国 SUV 在全球市场的高品质标杆。2016年，带着月销破8万的傲人战绩，跻身全球年度最畅销 SUV 前5，开启中国 SUV 全球化的新时代。2017年，全新哈弗 H 六焕新上市，成功挑战超美标最严翻滚试验，缔造智能安全新高度。安全成为哈弗 H 六的神车基因，引领全球智能安全 SUV 新纪元。2019年12月31日，哈弗 H 六成功突破300万销量，进入世界神车殿堂。每一程奔跑，都是奔赴卓越的续航。每一次选择，都是雄关漫道的印证。300万次选择，300万份信赖，铸就冠军之路。H 六汇聚智慧匠心，驰骋全球，始终向前。